大的是魔鬼盐粉。这个名字改的我也不知道是谁，但是好像现在是反正前三还是前五的一个土皇，可能是我们熟悉的某位土皇，但是改了名字就不知道了。开局这边机械师，这手躲地下室，然后让这里的守墓人来吸引，看一眼守墓人带走，但是在邦邦面前其实守墓人不抓吗？要找机械，娃娃这里遛鬼，千算万算没算到这个机械师居然在地下室躲着，被刀打，然后这时候爆点。赶紧拉开距离，哇，这手地下室躲得有点好啊。这时候心里面一惊，这我刚刚不是在这里看到的是那个谁吗？怎么会是个机械师？不是守墓吗？难道他易容了？这边还有个足迹骗一下。一直以为这个人是机械，一看，守墓交铲，这把邦邦难受啊。这真的好难受，那这边要追守墓，这守墓还带走，炸出来打一刀，哎呦，这机械师还可以回去对吧？补电机，他这个娃娃补那个小房的机，这波的双人配合非常的优秀啊。守墓这边待会儿还有一只先知的鸟，但这只鸟应该留给救人位会更好一点。你留给这个守墓嘛，除非你看到他是要吃实体刀，然后这个极限鸟给上，有一个擦刀，没一个擦刀无所谓的，对吧？对邦邦来说，你交个鸟不交个鸟，我就是多花一轮炸弹的时间。前锋这边难道要补撞一手？这里可能被炸出来了，一刀倒地，铁哥镜头给到铁哥，铁桑，帅呀！这里还帮忙下块板，帮帮这手难受了。这边的一个伏击，这波伏击让求生者的电击节奏大好。铁桑还搞不搞？还要不要搞事儿？这波帮帮应该有想法了，有注意了。没有看到，这边是镜头给到了铁桑，没看到帮帮是丢了一颗炸弹防止前锋撞的，所以说这边前锋也是没有撞，这边还在防一个撞救。我们看前锋的球。因为先知有鸟其实是可以不用那么急的救的，把这波屁股坐满然后再来救。外面的电机其实留给的不多了，这里两台，先知那边一台，三台电机够了。这把邦邦节奏大力啊，节奏大力，前锋拉球，哎呀，这里想撞没撞晕，先知鸟顶上躲，哇，这走位，半血之前居然给他救下来了，哇塞，那这把邦邦没了，电机基本上快压好了，搏命倒地时间，然后这边翻个窗出去差不多电机就好了，应该是翻窗出去，然后前锋这边还帮忙撞一手，撞晕，电机直接点亮啊！这把求生者的一个配合是天衣无缝啊，从最开始帮机械师打掩护，然后到这里前锋的撞，然后前锋的救，一切的细节全部是求者这边拉满。邦邦这边你说他有失误吗？没有什么太多的失误，就是那波前锋的救没有能够卡过半，差了一点点也没打出一个震慑，这边门开了直接三跑啊，一波完美的运营，求者这边一波完美的运营，每个求者都很秀，每个求者都很秀。